大家好，我是老人，欢迎来到这表这么 Watches and Wonders 上海表展特辑节目啊。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朗格的展台了。还记得今年四月在瑞士的时候，我们在朗格展台看到那个尺寸达到5米的蜂蜜金的朗格大头 Lumen 吗？这次呢，比例有所变化，现在是1:30的比例啊，尺寸是3米多，但是也是非常的震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展厅看一看，为什么这只表要摆在正当中的位置。没错，一进来之后呢，你就看到这个模型对应的表款就是这只大头的 Up and Down， 这是在今年瑞士发布的一个新品，限量125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在于它的表盘颜色是蓝色，因为大头在动储版本的腕表呢，很多的盘面颜色都是黑色或者白色，蓝色的表款呢并不多，也是这枚腕表从外观上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地方。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的盘面和功能布局上也是很多人喜爱 Dato Gra 的原因所在。上面12点钟位置的大日历窗口，左右两边的两个计时相关的功能，还有下面的动储显示。至于机芯，它所搭载的 L951.6 手上链机芯一共有451个零件，这也是自2012年开始大头的第二代产品所使用的机芯型号。那么整个 Dato Gra 非凡计时腕表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呢？往这边看，整个进化的历程都在这里。实际上，朗格关于计时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在那一年，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先生制作出了第一枚计时功能的怀表。而真正朗格品牌复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1999年，他们发布了现在你看到的这枚 Datograph 大头计时腕表。当时这枚腕表一问世就有几个独特的地方，比如说12点钟位置的大日历窗口，还有一个它带有非凡计时功能。当年很领先的就是这枚腕表的累计分钟计时指针啊，是顺跳的方式，不同于很多腕表品牌至今都在沿用的慢跳方式。旁边这枚呢是2003年发布的大头款式，其实表款都一样，只不过它采用了玫瑰金表壳，也是配黑色盘面。而中间这枚呢，则是2008年发布的黄金表壳配黑色盘面的版本。这三枚腕表采用的都是 L951.1 机芯，405个零件，带非凡和大日历功能，也是朗格大头第一代机芯的代表作品。而到了2012年，随着带动储功能的 L951.6 机芯的发布，朗格大头系列在盘面上很多表款都增加了动储功能。而现场另外两枚大头呢是复杂功能的版本，其中一个呢是带有陀飞轮功能外加非凡计时还有月相的万年历表款，而且呢它的陀飞轮当时还搭载了秒停功能，所以这个 L952.2 机芯呢一共拥有729个零件，从背后看背透的效果的话也是非常的复杂。这枚2019年发布的腕表，朗格官方的说法这是一个玫瑰金盘面的腕表，但是对于很多腕表玩家而言，这就是炙手可热的三文鱼盘面配色。而最后这枚呢也是非常少见的，就是大头的带有 Up and Down 也就是动储显示功能的 Lumen 夜光表款。朗格的夜光表款最大的特色呢，就在盘面上你可以看到大日历等等这些夜光的显示。这枚腕表是限量版，当时限量200只，铂金表壳再配上透明的盘面，夜光就是它最大的身份象征。现在我在这个区域呢，其实就是朗格4个非常有辨识度特征的一个展示区域啊，分别是 Lumen 夜光，而旁边呢是万年历功能，展示了他们万年历功能的排布。另外这边呢就是陀飞轮，还有一个呢就是朗格非常有标志性的蜂蜜金材质。这个蜂蜜金的表壳材质呢也是用在朗格一部分表款上，所以通过这个区域你就能了解到朗格腕表的一些非常具有辨识度和特征的东西。在展台的当中呢还有一个手工雕刻展示的环节啊，朗格这次呢真的是下了功夫了，把他们表厂里仅有的5位手工雕刻师之一啊请到了现场。很多人会问说这个手工雕刻啊
在每一枚腕表呈现是一样的，还是会有所区别呢？在朗格这里，其实五位雕刻师各自有他们的雕刻手法和风格。你可以从这里的小册子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雕刻的阿诺德，他所雕刻的这个纹路啊，看起来就非常的工整。但并不是每一位雕刻师都是这样的风格。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你看这位雕刻师雕的感觉就相对奔放一些。所以啊，真正有些朗格腕表的藏家，他们在买表的时候会看一看背后的手工雕花部分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不过说到手工雕刻呢，这里也想多啰嗦两句，就是常规的朗格表款背后的机芯上，你能看到的就是机芯百轮甲板上这个手工雕花的造型。但是呢，朗格还专门有手工雕刻工艺的表款，它在德语里叫 Handwerkskunst， 就是指这个手工雕刻的作品。在这类腕表中呢，有三种不同的工艺，分别是凹刻、浮雕和斗雕。这个凹刻和浮雕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啊。至于第三个斗雕是怎么回事呢？您别说，这还有朗格自己的学问。接下来我们就借一枚新款腕表的盘面跟你讲讲斗雕这件事。好，不卖关子了，新表就在这里，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 Datograph 在这次上海表展期间发布的一个全新作品，名字后面是带后缀的 Handwerkskunst， 直译呢是手工技艺。在朗格这里呢，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这只腕表加起来一共只推出过8枚表款，而这枚限量25只的全新表款秀的技艺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斗雕工艺。一边看着盘面的细节，我一边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枚腕表的表盘做起来有多复杂。第一步，在黄金的底胚上，你先看到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上面朗格的商标、测速圈、400、300等等这些字样，全部都是事先做好的。而你看到盘面上类似于雪花状的立纹效果，则是雕刻师用非常细小的工具，采用斗雕的方式，在八个不同的方向一点一点把它凿出来的。除了主表盘，小表盘上也是雕刻师这样来处理的。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12点钟位置朗格的 logo， 每一个字母间隙里面都得用这种方式逐一雕刻出来。完成斗雕之后，再把盘面上所有的 logo 细节做遮蔽处理，然后再去做镀朗，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浅灰和深灰不同盘面的颗粒纹效果。拥有426个零件的 L951.8 机芯，不仅背透呈现非常漂亮，而且你想要的德表那些东西，单额镜微调、四个黄金套筒、60小时冻储，漂亮的机芯手工打磨全部在这里。而且注意看它的百轮甲板，常规版本的朗格做的是凹刻的花卉图案，而这枚腕表用的是浮雕工艺，做的是藤蔓图案，这也是为了致敬当年的怀表设计。背透里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跟计时相关的9个零件全部做了黑色镜面抛光处理，这在常规版本的 Datograph 里是没有的。上手的视觉效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整个 Handwerkskunst 系列腕表中第一次采用黄金材质的表壳，再搭配上深棕色的鳄鱼皮表带，也是非常独特的。要知道这个系列只有8款。